上哪救狗去啊？两个小区，我不知道名字，发定位了。发定位了，走过来赶紧。八九十，在怪难找的呢，13号楼啊。对对，我幸亏给他坐标发过来了。对，不然不好找啊。这最里边的吧？这不13号楼吗？13号楼，这不就13号楼吗？啊，靠边停着。嗯。行，靠靠边停吧，咱下去找吧。小玉跑。食杂店边上楼道口，这不这是吗？能让这么小店啊？下去找啊！你在这上面找啥呀？走。对啊，小玉食杂店，他肯定不是在那儿。你看。这不小玉食杂店吗？是这小玩意儿吗？这么点小狗，好小。直嘚瑟。拿着吧，给他抱一下。来。我觉得感冒了，我想要吃狗啊，看看这会儿这个小狗，看看这会儿这个小狗。来，哎呀，好了，您回家，您回家啊。哎呀，咬坏了吗？咬人呢，还咬指甲上了，咬个眼儿。它有点挺。挺啥呀？这小银子还，嗯，他有点那个防备心挺重啊。有没有防弹手套车里啊？有手套，给拿个手套吧。拿手套吧。我操，疼死了！又给你咬了。啊，没事，没事，不冻死了。对呀、啊，不冻上给他拿了。来，摸摸他，先别。我摸他了。啊。哎呀，他这么凶啊！我操，凶，又咬坏了。哎呀，你慢点，要不我来，你来，给你来，不用说，给你来。他他妈给我咬两口了，你来。别咬哈，小狗挺厉害呀。来，拜拜，让他咬手套去。对，来，让他咬住，下去。这眼睛都冒绿光，冒蓝光。怪厉害的呢，那真厉害。你这边还没有网呢，这边。乖，过来，掉了。咱看。来。不让碰呢，还，不让碰，挺厉害的，我来堵住他。这个，拿衣服挂。操！这车待会儿你把衣服，你们往给我往哪赶一赶，往后赶一赶。他就给那个，咱是说盗汉。这小玩意儿，他为啥这块没有网啊？这监狱这边吗？这哎，你看他屁股，啊，尿尿了，啊，尾巴尿尿了，撤别，来一个，下一站，西山口，上西山口啊？你们泰迪别人找不着主人了，咱们接回去，他没法养。啊，这家伙给我咬的，疼死了，咬手指头缝这了，咬个手指头缝，咬个后背，手还给我这咬了，你说这点，哎呀，这小狗挺厉害的。小狗怪厉害的啊！那啥了，
这点精神病吧？对，差这点亏吃。是啊，就刚我前两天那点亏吃的。你这是怎么隔着套不咬这样？森林它能咬人呢？下回咱得备个东西，像我感觉那小狗是不是被伤害过呀？它这么警惕性这么强呢？应该是，凶死了。那要讹你？那不小姚汽车修理部吗？我舅舅妈呀！啊，小姚汽车修理。通过了这个养老院吗？这不走过一点点吗？说话呢？小姚呢？这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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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这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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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该找啊，也发了吗？我发，我也发过朋友圈，我也他们也发了。社区群里发，我都搁社区群里发的，没人来找。完了，你再发一发吧。完了，我发吧，我给这把居住群里发吧。对，嗯，挺好的。找找完了。非常健康。嗯。我看看啊，我看看男主人、女主人的。这应该，反正是有主人的。我看脸上没有星星的，刚剪毛没多久。嗯嗯，哪里了？昨晚冻的嘎嘚瑟不行了，昨晚。你吃东西了吗？大，吃了两根火腿肠。啊。你给他拎着我喝火腿肠。要，这怪胖乎的呢，又太低，又太低，不漂亮了，不漂亮了。你们留吃呗，不吃，我给他留了。我们这给他吃这样，不好，走吧，再见啊。那你再发一发吧，好，让他回去。那这参加怎么录像来？录像，参加，我给大哥剪的啊。来呀，好运大哥给剪。好运大哥剪的，嗯，走吧，走吧。录像。你我想给他发一个，发朋友圈，我到时候给你把那个机器救助群发吧。要能找着，孩子这回还是主人最好的，是不是？对。这给你养好几年了，都。他这玩意儿，他要是找不着找人，他也闹火。能够拍。这个泰迪，你们看谁家丢的啊？这个大哥家捡着的。啊，然后现在联系咱们了，然后咱们你们看谁家丢，帮转发，然后把他主人找到啊。这个在西山口附近啊。男孩女孩不告诉你们，你们过来给他主人找，过来上我单位认领啊，走吧，好了，就这样，啊，走吧，拜拜。啊，这小狗还怪听话呢，这嘚瑟。是我才的吗？回家了，这回家。来，哎，谁家面龙吗？拿那个一会儿吧。一会儿我帮我吃的。好了，没事了。啊？这会儿好了。我来舔手了，你看他不咬了，舔我了哈。再找个小。嗯。他是不是吃火腿肠了？啊，刚才给一根火腿肠吃。你不咬我了，大哥？我操，那你刚才咬那两口，你图意啥呢？你说你。你为啥咬我呀？不咬了，他舔我呢还。哎呀，这太那啥了，狗狗。他要有毛病，看，顺其自然就跟着出来了。得了，藏那儿了。你摘着糖了？那我咋整的出来呀、啊？我操，你们吓一跳。有个好男。过来。好、啊、好。得、啊、了。出来，孩子害怕，拿防手套去吧。他不能使劲唠他，他该害怕了。对，你跟他温柔点，讲道理。大家来直播间啊，讲道理。过来，没手套，不怕。大娘把消毒水拿出来，谢谢。张嘴呢？不怕。俩条狗，不让狗进去上狗。好的，不会的。就刚才咬的。心都好了，戴手套，戴了，得拿手套来了，拿手套了。
你刚才说你来是不是？啊，来，给你来。来，我帮你拿手机来，来吧。给我哄上，来，我来。你刚才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我记得你是这么说的。来，你来吧。来，不行。你后面他在这里撞开，这怎么着？救你呢，你来这儿你就享福了，你给那鸡一顿饱抱起来就好了哈，你抱起来就好了，我都服你了。放那个小笼子里吧，那红的那个。看看他，知道了。啊，对，我去看看。我不是汤面，你看看。鼻头还行。哎呀，尿尿了。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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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咬人，不咬人，他不咬人，可乖了。哎呦，我大哥。把那个。这笼子接着吧，接着，别他妈跑了，跑了。那先放那个笼子里吧，放那笼子里。嗯，这不拿好小笼子了吗？咱家这小笼子太小了，没有大点的笼子吗？给它垫一半儿呗。那底下那仓库里记得垫一半儿，给它垫一半儿，要不然它得拉屎，不能拉那个那什么上啊。垫一半儿，它垫儿也大。对。哥，我这玩意儿大起吧。放里吧，放里，放里吧。还搁手掐它干啥呀？来，插上。水，我插上。水给他放点水。这是新买的工具啊？啊？那大家把消毒水也拿来啊！啊，你去。叫什么？消毒水。嗯。瞅你，这出。那还有人吗？有。有。刚才不咬天灵王。拿个绳子，拿个链子，把这几个狗放出来，三环就拉到哪去了？他挺讲究啊，他。不是他呀，他皮还没逼他呀。把这个。还挑玩意儿了。晚上冷啊。再给我拿着撒尿尿拉粑粑呀。你不敢拉怕这咬，我就昨天就想。把那个卷帘门关上。啊，消消毒。给狗狗放出来，让它活动活动。去，这腿，这是咋的了？自己不适应了啊？一直这样式的。这个狗狗呢？出来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溜溜的活动活动。溜溜的上厕所。出来活动活动，对，出来活动活动。嗯，哎呀呀呀呀，哎呀呀呀。尿。天天得放吧，这狗，咱俩都不往出尿，这不放都憋死了。你看，尿。这狗癫痫，哎呀哎呀，你看，这个小狗回来就喝水了，你看它咕嘟咕嘟的喝。哎，这狗你待会儿忘啥呢？你也在尿尿啊？哎呀，那跑这儿尿嘞，尿一堆。来，挪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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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。尿。等等什么？尿尿。它属于天生的。它也尿尿了。天我去。对。好多啊。先天性的癫痫。尿。都在这尿了，尿尿了，尿了，尿了。有拖布吗？拖，拿拖布擦擦。跑偏了有点。嗯，跑偏，先天性癫痫哈，他这个是。